沙田区不少物业都同时拥有交通便捷和环境清幽的特色，毗邻沙田圆洲角公园的春晖花园和翠丽花园就是其中的上车盘，一边是公园，另一边和河畔住宅区有些距离，居住环境密度自然较低，景观绿油油之余，闲时到圆洲角公园散步还有益身心。交通方便，步行到港铁第一城站大约9分钟，喜欢搭巴士的行出去大涌桥路还有不少巴士路线选择。春晖花园是单独物业，由新鸿基发展，只提供300多呎的两房单位，睡房有窗台，约半数单位客厅方正没有走廊，景观主要望公园或者学校。而翠丽花园就提供两房或三房间隔的单位，三房单位实用面积410平方尺，厅房都偏小，但入场门槛较亲民，会适合预算有限的家庭客。翠丽花园大部分单位景观开扬，但有部分会望到沙田路另一边的威尔斯亲王医院。记得 like 中原地产 Facebook、 follow IG 和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， 第一时间收到资讯。